本台消息，3月11日，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第21号主席令。第21号主席令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于2024年3月11日修订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